主料，鸡翅5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蒜、姜。背景，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鸡翅洗干净，放入碗里，葱蒜切碎，加入盐。背景，放入碗里，放入鸡翅，拌匀，腌20分钟。锅烧热，放入豆油，再放入鸡翅炸几分钟，炸到变色呈出来，再撒上一些面包渣，再放入锅里炸1分钟。捞出，烹饪技巧，炸鸡翅的油温不能太热，稍有油花就行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